All right, guys, we are next to Zhongshan Station and about to meet up with an awesome, awesome coach here at Wolfie Fitness Gym. This is the awesome Wawa, guys. What's Hello. Up? Say what's up to Wawa and Superwoman right here. Yeah. Yeah.练壮的时候就是还有点壮，还不是太壮的那时候，大概两年前吧。那时候健身意识跟健美的这种审美意识，大众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其实会有点自卑。人家可能看到你会这样回头啊，然后或者是然后回头的时候就说，哎，那女生怎么这样子？怎么好像男生？就是会有这种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不要放弃？因为怎么样，我都觉得我不想要被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因为健身对于女生来说，就是长肌肉这件事情对女生来说不是那么简单的。除了运动以外，你的饮食、生活作息，其实它会从你身上生活当中会失去很多娱乐。有一次我就遇到了一些几个女学生，她就跟我说：“老师，我好想练得像你一样的时候。”哎，那时候我发现，哎，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喜欢这样子的体态，然后其实这种体态也是会被人家欣赏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开始对于自己的体态有自信。还好我当时有坚持，然后也比别人早开始。